各位朋友们早安，现在时间是2018年11月2号的早上4点半。照理说今天应该更新成田野调查部分，应该要更新成脱口忍者，可是我现在点开我现在点开田野调查有个非常大的疑问，就是为什么变成火焰鸟呢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心中有10万个为什么。我的脱壳忍者呢？把脱壳忍者还我！脱壳忍者，为什么是火焰鸟？到底？